据台湾媒体报道，金曲歌王萧敬腾传出左手骨裂紧急送医，他三日在黑兔颁奖典礼上和罗大佑对嘎琴技表现获得满堂彩，没想到经过一夜竟传出骨裂，紧急送往长庚医院治疗。他表演前疑似因空闲时间打篮球不慎拐到手，接着又弹琴表演才让旧伤恶化，消息传出让粉丝担心不已。据媒体报道，萧敬腾平常有空就会打球舒压，五月底表演前也有个打球的行程，未料不慎拐到左手，虽当时有紧急冰敷处理，但不久后又在个人巡演表演近五分钟的打鼓秀，之后又忍不住寄养就有打球，加上三日的尬琴表演才让旧伤恶化成骨裂，所幸就医后状况稳定，目前手指可弯曲，但需休养三天时间。萧敬腾在圈内是爱打球出了名，还曾工作满档压力过大无法打球舒压，和经纪人 Samo 大闹一场，直接怒飙我想打球，事后还为此自责两天。好动的老萧没想到这回因打球拐道，表演后竟伤势恶化。